老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今天来到海元素啊，住了一天之后现在要做什么呢？由理事长带到要去。今天我们在花莲做净滩的活动，是就是海元素的后花园嘛，后花园这边是大家辛苦了。这是黑皮，我们不高兴。这是追根，这是两斗，这是谁的？你的。这是淑喜学姐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面走，浩浩荡一群人现在通过了拱门，要往沙滩前进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是我们义副理事长，这是秘书长，这是我们副理事长王静茹学长，这个还有监事长。太好了，小心，我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元素后花园非常非常壮观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海浪也是波涛汹涌。那我们看一下沙滩上面，确实有很多的废弃物。我们理事长也捡了一只拖鞋，还有渔网，大家很努力在捡。这个黑皮也捡的最多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倒掉。真的，金堂骗我们，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啊。对，金堂今天也带着我们一起来这边进餐，大家真的太努力了。当初他们还为你们来捡垃圾的吗？对，我们就是来进餐的。老天爷知道我们要来。你看金堂也难得这样蹲下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副理事长很努力啊，捡了不少。监事长都很努力在捡。沙滩净滩，大家一起来。大海的壮观，海岸的美，需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维护。大家只要付出一点点小小心力，必定能够让我们的海洋、海岸更加美丽。大家看一下。目前所看到的是一小部分大家已经送到的成果，后面还会陆续送达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只是起一个带头作用，让大家都能够真正去爱护我们的海洋，真正去爱护维护我们的沙滩，让我们的海洋、沙滩更加美丽。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，并请点选小铃铛，选择全部哦。谢谢大家。